始放光明，雾霾的英雄，伤痕就是勇敢的火种，要飞向更远的天空。张开双手，心燃烧着征途，未来就在眼前，爱的国度，成功之路，自信永不认输，眼前的幸福穿越迷雾，我的心中的梦与前方战向一阵狂风，黑夜会释放光明，不爱英雄，伤痕就是勇敢的火种，要飞向更远的天空。伤痛遇到他们反而心动，心中我在那个世界习惯成功，狂风暴雨毫无畏惧闪动，对我来说只是越战越勇，心把雨去向前，只求别做梦，别在我的时候我战斗，是我胜过我的作死血英雄。我心中的梦与雪纷争，像一阵狂风撕破黑暗释放光明，不败的英雄，没有人能阻挡我的梦，不怕伤痛。啊，美女！哎呀，好！哎，又来一个，你叫他喝酒，喝酒啊，兄弟，来喝一杯。来，你喝呀！听到吗？欢迎。现场怎么样？没有踪迹。这里感觉很诡异，我也能感觉到这里有些奇怪，但是没有发现幽冥魔。幽冥能量应该在溢出伏兵埋伏的东北方位金弗拉门，小心！来来来来，欢迎，这些也是麻烦人，你先报警吧。来自东北方位的金弗拉门，你们这群人中做东北方位的就是你喽。这段音乐提醒你，醉酒之后不要闹事。飞影开甲，合体，开甲合体，来啊，我等着你动手啊，来吧，有什么本事尽管拿出来吧，难道你没胆子吗？跑了。飞影，邪恶能量消失了。我知道，我这里发生了奇怪的事情，等明天再说吧。说说昨晚的事吧。香香也没什么好说的，第一次遇到不攻击的幽冥魔有点怵，一犹豫就让他跑了。不过你看，首先呢，他居然能完全变成人类，而且和以往烧杀抢掠的行为完全不同，就好像酗酒过量是一般人都会犯的错。现形之后呢，又完全没有攻击我的意向，说穿了好像还怕我攻击他们。哟，这样说来是我们的小飞少爷发慈悲心放走了他。不过你要知道，酗酒之后是很容易犯罪的。切，
我可不是神，也没有那么多的慈悲心，只是好奇心战胜了当时的我。其实你的怀疑也不是没有道理，我们对他们的了解真的是太少了，我们只知道要设法找出修罗铠甲的下落，至于他们，我们甚至连他们来的目的都不知道。对了，还有这个八王企业，我爸爸说这两年全世界的钱都给他们赚了。怎么了？欢迎啊。哦，吃饱了再吃就要吐了。我走了。哦，对了，这八王企业可不是好惹的，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但是三思而后行。哦，昨天的表现不错啊，不动如山，动如雷震。托你的福，托你的福了。哦，对了，昨天小天来了。是吗？怎么样，他是要搬进来？听他的意思好像是要搬进来吧，但又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。哦，对了，还说了一些什么要用未来改变过去的话，根本就不符合逻辑嘛。他给自己的压力太大了。其实啊，看你的表情好像有事跟我说。是有那么一点事情，那既然你问我了，那我就说了。嗯。王阳，我要离开几天。啊，你才解决了第一个幽冥魔。哎，再说这几天发生那么多的事情，万一你走了以后幽冥魔又出现了怎么办？你看小飞昨天就遇到了怪事，他……哎呀，我不想听他的事情了，他不是很厉害吗？那他自己解决不就好了吗？哎呀，我回家真的有事了。哎呀，你怎么这样啊？哎呦，我没办法管你了。你真是我的超级女生假东方天使啊。这个给你。你这是干什么？这是你的召唤器，不能离身的。哎呀，欢迎，我想了很久了，你知道吗？你想，我坐火车回去，火车上的人多，行李也多，我很容易把它弄丢的，这个责任我可担当不起啊。再说这万一要真有什么事情的话，那我一时半会儿也赶不回来啊，所以我还是把它放在这里让你保管好了。我走了。这真是无路还偏要下雨。万事大吉，我小刚要闭关准备比赛了。这些可恶的铠甲众人，什么都不懂还自以为是的家伙，害我白白损失了两员爱将。要不是我想亲手活捉你们，照这样的进度，我要到什么时候才能从这衣服里出来？是不是要等到你们全部被封印的时候啊？主人，有件奇怪的事情，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？我是在想，是不是他们能够提前预知些什么，才会破坏您的计划？要不然这么大的城市哪里都不去，偏偏都能赶到那里。你是说你见过他们其中一个？是的，那天飞影铠甲我见到的是个蓝色的铠甲人。合体，
爱家和敌。查出他的背景，说不定真能查出什么线索。是。飞影，幽冥能量出现了。我马上到。喂，你是快递吗？是啊。你是？昨天我请你送钥匙。哦，我记得。怎么了？我有事情想请你帮忙。我可能要半个小时以后才回到店里，请问？那我等你。这女孩真奇怪。召唤器。也许我会因为过去而逃避你们，但是我绝不会允许你们在我面前再重演过去。沉默并不代表我对你没意见。后人发，先人至。谋长截短，战无不胜。刑天掌，今天你是别想跑了。
刑天掌。表面装无辜，却在背后下毒手，是你最擅长的事吧？你和那送快递的家伙签铠甲契约了吗？这怎么可能呢？很好，我现在已经能够感应到铠甲了，说明我离复活的日子不远了。你？在，我的主人。虽然现在还不能知道是哪一副铠甲，但是也许就像你说的，是那个召唤飞影铠甲的臭小子出现了。去，把他的底细给我查出来。好。还不快去！主人，你好久都没有犒赏我了。你在跟我谈条件？不是不是，动力大，做事才不累嘛。说吧，你要什么？我觉得如果我的睫毛再长一些，再翘一些。闭嘴。你把我惹火了，火行剑，火行剑，让你见识一下火行剑的威力。快放下武器投降。我不会让你们收集复活的能量，还有战斗数据的。看来你的动作也挺快的，不过你怎么也逃不过我刑天的手心。天地人磁场，
你们瞒天过海的计谋已经被我看破了。天地无极之刑天必杀术，你已经触犯了迎合正义法中不可饶恕之痴绝罪，我刑天铠甲宣布剥夺你的一切权利，并对你进行封印缉捕，束手就擒吧。乾坤收魔掌，火光剑法，you